来，你尝。多谢小侯爷特意送我们回来。哎呀，顺路而已，不用跟我客气。哎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怎么了这是？看看还能不能走啊？完了，这肯定是扭伤脚了。小侯爷没事，我家里有药酒，回去擦一下就好了。哎，可不能再走了，再走就更严重了。来，我背你。 哎，这可不……啊，我……哎呦，这谁呀？不然动！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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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侯爷，你懂的嘛，想想啊，想想，特别好，特别好的朋友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 我先把他送回房间。哦。要不我也那样抱抱你？ 好啊，抱不动。